Lush 呢个圣诞月喺唔同嘅铺头都会有好多活动玩啊！之前我就喺网上面见到 Bath Bomb Workshop， 仲要系免费玩噶。见到台面咁多材料咧，唔好以为咧我系整蛋糕，其实咧我系整得圣诞 Bath Bomb， 即刻示范俾大家睇先。一开始先将唔同嘅粉 mix 埋一齐，然后放喺其中一个模，再放一啲装饰，另一个模就放其他粉，最后将两个模合埋。要等一日才可以用的。今次圣诞版会有五个款式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呢？哇，超梦幻啊！之后就顺便买埋圣诞礼物玩大抽奖。如果大家想过一个环保的圣诞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圣诞礼物，因为它会全数捐给香港护生会做一些保育的工作的。而在新开的裸妆店更加有小游戏玩，走上二楼就会有小惊喜的啦。这里除了打卡之外还有游戏玩的，可以拿到小礼物的。用 Lush Labs 这个 App scan 到在墙里面一些指定的小图案，再交给职员看看，就会有份小礼物的啦。